我现在在屋子里边，在屋子这个地方。这个的话还挺近Hello，嗨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对，我穿了一件那种绒衣什么的，在外边儿我怕因为下雨嘛，然后我就怕杭州一下雨嘛，就穿了这个。结果果然下我雨们了，刚回来，天气好今天暴走了一整天。哎，你有看上我今天的战利品啊？看。住的地方还好吗？住住的的地方还可以。哦，本来我一开始订的民宿是那你个，你叫什么？马里奥风格的，就是马里奥主题的嘛。然后我们今天快到的时候，我给那个店主说，我们可能要提前到，可以住吗？然后人家现在，不，人家说。上一个客人昨天晚上喝醉了，吐了一屋，然后还没醒呢。然后他说能，就说能不能给你换一个房间，因为你知道吗？一般这种民宿的店主他都有很多很多个房间。然后他说给你换一个房间，价格是一样的，给你换一个那种日式清雅风的那种。我说虽然有点舍不得那个马里奥，但是。就算我真的等那个阿姨，就算真的等那个阿姨把那个房间收拾干净了，可能住进去我也会有一点洁癖了。然后最后我说好吧，然后我们就在住了这个日式风格的，比较清新的这种民宿，都是 loft。现在晚上起在1层，我在2层，我住的这个地方。适合品茶，你们知道吗？你看，我来给你们看看我现在直播这个地方。哎，这个地方，说实话，但凡带个相机过来的话，都能拍一套日式写真了。看看这边，我背后是一个竹子，这是个榻榻米。然后，这边是一个那种立体的灯。然后这儿也有一个灯，然后这儿也有一个灯，那边有个灯，那个灯没有插。然后这边是那种日式榻榻米，一共有4个垫子，我坐了2个，这边还有2个。然后这是一个那个桌子，问题上面还有一套茶具。然后那边是那个衣架什么的，然后2楼那边是就是床，哎呦，照到王石奇了，那儿有一个床。我把王石奇挡住，这样王石奇挡住，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床，上面有一个床，下面有一个床。哎，这个线是我刚才动它的时候，我本来想插那个小的，结果那小的坏了。看还不错吧，尤其是我现在在的这个地方，我现在在的这个地方真的能拍一套写真了。我本来是想，就是背景是这个竹子的，但是因为这个光只能放到这边打，所以这个光能打到我面上。我刚才试了一下用那边那个当背景，就有一点丑，毕竟我是素颜。来，我来跟你们在线品茶。哎呀，完了，映出我的黑眼圈了。果然我的脸不能外看。品茶了，品茶了，品茶了，品茶了。这一套茶具不喝个茶真的说不过去。谢谢旺财的巧克力，谢谢晴的奶茶。还是带一点点竹子吧，这样带点竹子。谢谢 Karen 的巧克力，谢谢。然后我们今天，让我看看我们今天逛了什么。我们今天，我们是这么想的，就是今天是
用来买东西的，然后明天是用来拍照的，所以今天就没有化妆，然后明天再去化妆。正常的，在上海吃什么就在这儿吃什么，而且我们来这儿的第一餐是嗯，然后我们今天先去逛了一个古着，就是他在小红书上看的，有什么古着一条街。谢谢6914的奶茶。古着一条街，然后我们去逛了古着，然后还买了个戒指。我这个戒指就是在古着店买的。我本来想买好几个，但是要不就是大了，要不就是小了，最后就这个刚刚好合适，然后我就买了。噔噔，哦，还不错吧？喝的那个时候，但是那两个其实都不算饭，就是不是、那个。不和王毅连麦，王毅直播，王毅直播从来不会开那个连麦的。好了，下一个不要再问我了。然后我们后来逛完古着以后，哦，我还在古着店买了一个衣服，那个店主好热情，他就一直在给我介绍，就是他这个每一个衣服可以怎么搭配，还可以是什么样的风格，从哪里来。最后我买了一个什么巴洛克风格的什么东西，然后他说的我真的好心动，我就把它买了。不好意思，又是一件花衬衫。一个不小心又买了一个花衬衫，但这个花衬衫有一点点像那种暴发户的感觉，就乍一眼看有一点像暴发户的感觉，仔细一看就会发现，不买真的会错过，错过就是永久的错过。然后我就买，下定决心就买。然后买后，他那个店还有一个活动，就是你满多少钱，然后他们就会以这个店的名义，给那个哪里哪里的一个学校捐一个衣服，捐一件衣服，然后你可以给他们写一个卡片。然后我就给他们写了个卡片，我就写了一个，就卡片上你可以写点什么祝福语之类的嘛。然后我想，哎呀，这还挺，就还感觉还好像还挺有意义的。然后我就写了一个祝前程似锦，不错吧？不错吧？但是你不得不说。前程似锦这四个字只是在河里边听起来有那么一些奇怪，你放在河外的话是一个好词啊，对吧？是一个衷心的祝福啊，衷心的祝愿，祝愿你前程似锦。然后我想了半天，因为我看那个人给我写的那个人给我了一个样板的贺卡，人家写的一般都会写什么加油加油努力努力啊、什么什么冲啊这种嘛。然后我想，那我只能写一个不一样的咯，我就只能写前程似锦，脑子里面第一个反应到了就是前程似锦。然后还有那个我的店里卖那个复古的那个包，谢谢小叶子丝的奶茶。那个复古的耐克，什么80年代还是几十年代的，拜拜。比较复古的一个玩意儿。就是、谢谢图图鹿的暖暖。我觉得它颜色嘛。然后。这个就是什么？然后我们又去逛了哪里？然后就去。然后。去了，反正就开始去大商场逛街了。就一直在逛街，一直在逛街。然后逛的时候就遇到了。今天我在口袋给你们说那个店 ，Bossy， 就之前我在西安就看到那个以后就很心动，然后今天看到以后我说，哎，这个很好逛，我就安利王二七进去逛，然后王二七他一开始那个时候已经有点走累了，然后但是我逛得很起劲，因为刚开始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去的第一个地方。三坑一条街，你知道吗？汉服、多裙、制服，三坑一条街。他真的每一家店都逛，然后
我真的，我就走吧走吧，他说哎呀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我再逛逛这个，我再逛逛这个，真的给我走的脚都累了。然后他今天疯狂的买饰品，他买了 N 多个饰品，尤其是耳饰，买了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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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耳饰，每一家店都在逛耳饰。去古着一条街的时候也是，他每一家店每一家店的古着他都要逛，然后在里边买耳饰。他最近是对耳饰是有什么执念吗？然后他就是逛这些店的时候逛累了，后来等到 boss 的时候，然后我的兴趣就来了，然后我就开始逛，然后他就坐在那儿，我说我建议你，我觉得你应该逛一逛，这家店真的很好逛。然后他不，然后最后我试衣服的时候说，我说这家店的试衣服那个试衣间挺有风格的，你跟我一起进来嘛，就让他跟我一起进来，顺便帮我看看衣服好不好看。然后我换着换着，他突然衣服不错呀，我说对呀，刚让你逛你不逛，哎，真好看，我也要去拿，然后出去拿了一套。真香，真的真香。在哪儿？在杭州。在 H，我们现在在 H，然后，还干了什么？我们今天逛了好久。我们今天因为来的时候要先把行李放到民宿嘛，然后就等了一会儿，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顿其实吃的是罗森，因为当时这个附近，这个小区附近只有罗森可以稍微垫个肚子。然后我们就第一个说的是第一顿吃的螺蛳，第二顿就是刚才，就一下午都在走路，实在是不知道吃什么了，因为全部都要排队，像那种商场都要排队，商圈。然后本来想吃杭帮菜，但是我们俩就是想吃点重口的东西，我想吃火锅。但是吧，火锅也要排队。然后最后我就看了看，我说，哎，要不要吃寿喜烧？他说可以。然后我一想，我也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吃寿喜烧了。然后我们刚才就吃了寿喜烧，太吓人了。我找了一家，本来找了一家，那个好像还蛮有名、蛮火的一家寿喜烧，但是他现在在场预约。只能约后天，这么火的吗？现在约都只能约后天，明天都约不上了，太窒息了。所以我们找了好久，找了好久吃什么，走的好累，而且昨天我只睡了4个多小时，今天早上一大早就起来跑去地铁站打卡去了，太惨了。今天早上8点半，不到9点起床去地铁站，因为我今天不打卡的话，就那个海报就没有了，就只能早上去打卡，然后打完卡立马去坐高铁。吃到了，什么直接去的还是换乘经过？什么东西？你去哪里啊？然后，你知道贼搞笑，你知道我们今天赶高铁的时候，因为时间不，我们是算的时候是把时间卡好的嘛，然后下了。检票进站以后，我们要找自己的车厢，然后我们那个车厢离我们的那个下，去的那个站点有点远，然后我就怕来不及嘛，我就走的比较快，我还推个行李箱呢，我就走得很快，然后王上琪在我旁边，
王小旁边，他突然走着走着的跑了两步，走着走着又跑了两步。我说你干啥呀？然后后来才反应过来，哦，是我走得太快了，他跟不上，笑死了！我当时一下给我戳到我的笑点，就是我是很正常的速度这样走，然后王喜就是这样，怎样搞笑？我当时只是一心想着赶车来着，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。然后我们后来到了这边以后，不是要那个，我们在罗森嘛，在罗森的时候也有一个点给我戳到了，贼搞笑。就是我们是坐在那个罗森店里面吃那个我们买的关东煮，买了一点关东煮吃，因为有点冷，想喝喝汤。然后我往这儿一坐，哎，我说你能不能帮我去拿一个什么结个账，我坐这儿懒得动了。他说好，然后去了。他去完以后买完回来就给我以后他就站在那旁边。然后我当时我拆开以后，我说我还心里边还在那想，我说你站那干嘛呀？然后我就拍了拍旁边的椅子，我说坐啊，然后他就本来站着，然后他就立马坐下，然后他也这个时候也是意识到了哪里不对劲，我为什么要站着？为什么你说坐的时候，就是我说你坐啊的时候，他像个惊弓之鸟一样，蹭的一下就坐下。你们能脑补到那个画面吗？我当时脑子里边也是有一点。在干嘛？你怎么了？然后他坐下来以后也是突然反应过来，哎，我在干嘛？下意识的反应了，已经是。鼻子出油。对。然后我今天其实没有买什么东西，我今天就买了，两个衣服，买了个戒指，没了。我还是有克制住自己的购买欲望的，因为我时刻提醒着我自己，注意看看钱包余额。然后我俩今天，凡是只要在车上的时候，基本上都在睡觉。下个月我要花大钱了，打住！我下个月要干嘛呀？哦，我知道我下个月要去报舞蹈班。哦，你说的就是这个，还好，那个舞蹈班的价格没我想象的那么贵，还行，能接受。一会儿直播完，他这个还有投影仪，我想点点水果吃。然后看个电影吧，浪漫电影有，看什么呢？看恐怖片吧。啊？这个灯在哪儿啊？你找找呀。我找不到。你看看那是不是在那后面？谢谢一果宽般的冰糖的暖暖，谢谢。哦，我还要跟你们说一件事情，真给我气死了。我们昨天晚上不是决定要来 H 玩吗？然后他说他买票，然后我说那行吧，你买票，然后我看民宿，然后民宿就是我订的嘛，就是我找我订的。然后他就负责买票，
然后我们就先买了来的票，就回的票还没先买。然后我们把时间看好以后，他说那我下单了，我说好你下吧。然后他下单的时候，我还在那说，我说你注意看好车次和时间哦，别买错了。然后他就把那个订单，当时已经开始写着正在出票了，他就把那给我看了一下，他并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劲。然后我一看，2月28号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而且他并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劲，我还在那确认的时候，因为第一个确认的就是时间，第二个是车次那些的。然后时间我一看2月28号，然后我就看了一眼他，他就就这种反应你知道吗？太掐人中了。我希望王石奇今天在这一次在我们的 H 之行里边，有一件事情可以让我刮目相看一下，可以颠覆一下我心中的对他的印象。不然俺真的很累。希望我不会说出这将是我最后一次跟王二喜一起出来玩的这种话。但是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还好。就是我们今天去购物的地方都是他找的。我们今天去的购物的地方都是他找的，然后我找的吃的，我找的吃的地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他逛那么起劲了，确实他找的都真的都是他想逛的。对的对的，谢谢 CC 的奶茶。哦，腿又麻了，为什么每次直播的时候，我的腿永远都在盘着？我在中心的时候腿也在盘着，在331的时候腿盘着，337的时候还能有一点，来到这儿我又找了一个盘腿的地方，我腿又麻了。哎，我现在很佩服，就是因为榻榻米不是那种日式的嘛，就日本感觉好像他们很喜欢做这种榻榻米，哦，韩国也是。他们盘腿或者是跪坐的时候，腿不会麻吗？怎么练成的？我才这么一会儿，我就已经麻死了啊！好麻呀！我现在不能动，我现在腿不能动。习惯了。我现在伸直了，我刚才是盘着的。国王，那我是不是该说什么乌克兰那个乌克兰人民大家好？哎呀，别这样，子民。以后火车队要改名了，不行不行，火车队我们头衔依旧还在。干嘛？什么东西啊？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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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漂亮了，漂亮，谢谢哦，谢谢咖喱大猫饭的夜蝶，谢谢，谢谢。你在跟我说话吗？你在跟我说话吗？呜呼，谢谢夜蝶。
见缝，我现在循环路。你老 C 的直播间丢人了。现在好几走路迷路，你在干嘛？你干嘛了？因为那个古着店，说实话，也不是没有我看不上的东西，就是说，我感觉古着是个风格，就它里边的店都是那种风格，没有一定的颜值是 hold 不起来它里边那些衣服的。我对我自己的脸没有那么的自信，我觉得那些衣服放在那个店里边很好看，但是如果是我穿上的话，就会土里土气的，所以我没有买。然后你像古着店里面的那些饰品吧，都很夸张，要不就是特别可爱，然后要不就是特别夸张，也不是我的风格。然后但是王二喜很喜欢，因为他就很喜欢买那种非常夸张非常可爱的那些耳饰饰品。你说我能说什么呢？我就说好看漂亮，买。他今天每次跟我说，哎呀，你说我要不要买这个，我就买。你说要不要买这个裙子呢？买。这个耳饰好不好看？好看好看，买买买。对，我喜欢的比较是那种比较简单，但是不是很壮，就是简单又特殊的那种款式，你知道吗？就比如说我今天买了一个衣服，哦，买了那两件衣服都是这种简单但是特殊这种款式。刚刚那个古着店的那个衣服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，然后另一个衣服我买的是一个，今天我特地那个 boss 那个店员给我跟了我一路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从我进店开始，他就一直跟着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可能就是觉得我的风格比较适合他们店的衣服吧，他就觉得我一定会下单，他觉得我一定会买，然后他从我进店开始就一直跟着我，从一楼到二楼一直跟着我，我甩都甩不掉。然后他刚开始是跟着我，然后后面我是看什么衣服的时候他就给我介绍，然后介绍到最后他就直接领我去介绍，就已经不是我在逛了。谢谢 Mr. ZRX 的奶茶。然后后来我就不知道怎么拒绝嘛，然后我就跟着他去了，结果我还真的有被他安利到那个衣服，然后我就去试了一下，真的不错。然后他给我推荐的好几个，我说哎呀，他给我推荐白色的时候，我说其实我这种黑白灰的这种衣服色系的衣服已经太多了，我想看看其他的，然后就给我又推荐一下其他的。然后我看到了一个，他给我推荐了一个豆沙粉的，一个豆沙粉的衣服。然后我当时第一眼看上去豆沙粉，我的天呐，这种衣服是我以前买了死也不会穿的衣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特别显黑，特别显黑。然后但是我仔细一看，但是还真的有点好看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别上啊，干嘛？你把我东西拿上。东西啊，袋子，求你了。什么什么袋子啊？还好我只上了几个，妈的楼梯。我不是很喜欢粉色，但那个粉色是那种豆沙粉，就比较暗的那种粉。晚上好，谢谢一个透明小李的奶茶，给你们展示，来吧，展示。要不要坐啊？哦不，我给他们看看我的床，我的床。那是我的床。哎呀，我的床，我的床，哎，一起睡吧。你看这个，等一下，我先等一下，你看，那个看这个桌子。先给你们看那个古着店的。这个。非常的。有特色，还暴发户。三。你们要细品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要细品。谢谢 YWEN 的玫瑰花。非常的舒服，是不是非常舒服？快看，摔得很舒服吧，各位。太舒服了，是吧？差点。是不是乍一看非常的暴发户？但是你细品，你就会觉得它十分的不一样。谢谢一瓶汽水的奶茶。巴洛克风格，你看它这个扣子。
多么精致，然后它还是那种透明的，你看，是那种，就是很透的那种衬衫。哎呀，你们看不出来，应该能看出来吧？就那种，是这种纱的，透明的，能看到吗？谢谢 YNYWEN 的巧克力，不是，而且它还有一个。它还有一个细节戳到我，就是它这个袖子，你看这个袖子，看这个扣子多么的精致，然后还做了这种领口的这种袖口的设计，不好看吗？而且这个味道，一股古着的味道，一股古着感的味道。我滚来滚去，我滚来，是吧？虽然第一眼看上去有那么一点点的土豪，但是你自己想一下，你看，因为它是这种比较透明的嘛，然后就是当然不会这么穿了，一般是底下加个那种背心啊，然后在外面把它当那种开衫穿，就很复古啊，就很有那种感觉啊。你脑补一下，你脑补一下，你们。谢谢白胡子老爹超级帅的奶茶，太好看了吧。太好看了，真佩服我的眼光。这就是那种好看但是又特殊的这种款式，你们懂我意思了吗？好看又特殊。然后给你们看我买的另一个，哇，这个也是太特殊了吧。首先给你们看看这个颜色啊，有点色差，这个味儿也挺重，有点色差，是那种豆沙粉，是豆沙粉，只是这个黄灯把它照的有点棕了。然后，哦，不好意思，这又是一件衬衫，又是一件衬衫。它的看。这么一看是不是觉得还挺一般，但是它自带了一个兜兜，看到了吗？这是个包，它自带的，你不觉得这很特殊吗？就很好看，你看它是真的可以用的这种包，哎，这种相机小包包是吧。我把里边的这个东西拿出来。哎呀，怎么塞这么多东西？看，是吧？非常好看。然后你这样穿这一件，我怎么跟带货的一样？穿一件这样的衣服出门，你连包都不用带。你连包都不用带了，你看多好看。而且后面也有，后面也有这个绳子，它这个绳子啊，最主要是它这个绳子还可以拆卸，就是它这个包是可以单独拆卸的，相当于你买了一件衣服又买了一个包，你以后穿其他衣服的时候也可以背这个包。哦，不错吧，不错吧，这个设计我当时一看，我说不错，买。然后我就买了，是吧？这种是我刚才说的这种风格吧，简洁又特殊。好佩服我自己啊！在哪儿买啊？点击下方链接。开玩笑。没有啦，我只是为了向大家证明我的眼光非常的独特，非常的 nice。什么叫跟花衬衫比这件正常多，都很正常好不好？我绝对给你们穿出我的韵味，哼，就等着瞧吧，哼，我让你们知道我的衣品非常的好。那个店家还给我们送了东西，我还没有拆开是什么，给我个王琦琦一人送的。哦，原来是一堆糖。对，是糖。好吧。不想吃糖。哦，这个糖我可以装我包里。
明天我甚至都可以背这个小包包出门了呢，虽然我自己带猫。谢谢应援棒，谢谢。这个床还是不太软，对吧？不错吧？需要哎，太赚，这件衣服买的真是太赚，是沾沾自喜中，哈哈。真的很推荐大家，真的就是时不时就要出来旅游。好近，我可以拍你的背影吗？你拍吧。你会看，好近，在我的对看，好近，在我的对面，你看。我诚心邀请你过来坐我对面。但是我现在我还没有，我必须得盛装出席，我才能坐你对面，人为家什太么？邋遢了。你看我整个人像一滩烂泥一样的。我能拍你吗？我已经拍你了。让你们看看王琦现在干嘛？看他那个袜子，看他花里胡哨的袜子。占领了我的床。我的床。我的床。在游泳吗？醉奶，醉奶，醉奶。那个床我就坐了一下，还没躺呢。没有，有两个床，楼上一个，楼下一个，但是我们都比较喜欢楼上，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。就是一般像住这种 loft 的民宿的时候，如果不睡楼上，就觉得我没有拥有这个房间。我每次都有这个感觉，就是我一定要睡在楼上，并且把每一个房间里面每一个地方都待过了，才叫我拥有了这个房间，就才有一种我来过这里的感觉。谢谢 MILE POST 的奶茶，对吧？你看，如果我就是我来到这个房间，就比如说是我们今天这个房间，如果我最后睡在楼下，相当于我在楼上都没有什么存在感，我在楼上都没有一丝我经过的证据，然后我觉得不值得，我就觉得很不值，所以一般。除非楼下的床是真的会比楼上的床舒服特别特别多的话，一般我都会一定要睡楼上。有同感吧，大家，对吧？是吧？但是那边其实也不是榻榻米，楼上那个也不是榻榻米，就是很正常的一个床，只是这半边是个榻榻米。我觉得这个房间都可以睡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，都可以睡5个人，真的。你看，下面那是个双人床，上面那也是个双人床，就可以睡4个。这边榻榻米还能睡一个床。孔雀吃人啊！吃进肚子里，而消化。真不错。还好这个房间有2张床，其实我一开始订的那个马里奥的那个房间只有一张大床。吃饱了，再吃一个，再吃一个乌克兰人。怎么了呀？孩子压力太大了吧？这出来玩怎么会压力越来越大，越玩越大了呢？我要捏爆王仁奇的头，看，捏爆他的头，头呢？头呢？在这儿，那个头，
没事，我再忍一会儿。忙完之后，我们现在啊。我们先聊一聊，我们还在聊的。大家有什么？大家有什么？谢谢姻缘棒。敌人已经，不再行动了。床吧，睡了睡了，睡了睡了晚安，睡了，睡了睡觉。压死了，好，好舒服，就是有点硌，这个床有点硌。啊，妈妈呀！唉，不仅有点硌，还有点吵。晚安，晚安大家，晚安，睡了，晚安。你最难过。晚安。我被压死。谁在说话？谁在说话？王二七不是在楼下直播吗？你王二七不是在楼下直播吗？好久呀。各位朋友们，这个房间有问题。哎呦我的妈！这房间的床会说话，床底有人。哎，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恐怖片叫《床底有人》？哎呦，我错了，这房子开火吧，这个错，我被压死了。啊，错没错？哎，我刚从这天，你好，哎，我刚去看了太阳的。错没错？错没错？我这还是被压着呀，妈！你不说话是吧？那你就继续压着。哎呀，好惊人啊！啊，大爷，我什么睁眼？跟你道歉。什么？刚怎么了？啊？我刚照到什么了？我刚是瞪谁了吗？嗯，天哪！我真的不行了，好惊人。我哎呦我的天，哎呀哎呦，我错了，天，这个世界明亮了。哎呀，这边的光更好看。啊，在干嘛呀？这边的光还不错呢。让我看看这是哪儿。哎，你直接下去吧。我不下去。你下去吧。不行。Hello， 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大家。哎，今天晚上不能睡这个房，这房间有问题。不行，真的有问题。走了走了。好心仪。嗯。跟你诚挚的道歉。但是你怎么就守在后面？我不敢那啥了。不懂他在说什么，在说什么。哎呦，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刚刚我的哎呀，我要把这个移到这边，把这个灯移到这边。
然后这样你们就可以看到我背后的竹子。但是我没有行，我在背部里，我的拳头是硬。哎呦，这就够了。看到我背后的竹子了吗？这就够了，我的拳头是紧。啊，但是不行，这个光还是会照到。虽然我单方还是会照到我的黑眼圈，还是会照到我的眼袋，会显出我的眼袋。嗯，这样像我头上开花了一样。那那什么啊，我认输，我认输。头顶开花。把我守得住。来，让我再看一眼，让我看一下我的头。没有，我是有泪沟，也有卧蚕，这个是卧蚕，这也是泪沟，看了一点点，还是往这边坐，往这边坐一点。看到我刚刚那个水滴。嗯，我的黑眼圈还是很明显。算了，我要把这个光移过来。这样会不会好一点？嗯，还是这样吧。哦，我要把腿伸开，不能再把腿盘起来伸，那我一会儿腿又麻了。哦，我们房间没有买水，你等会儿点个外卖买点水吧。你提醒我了，我们房间没有水，不想用，没有习惯用那种民宿的那个烧水壶。总觉得不太干净。谢谢 SSY 的奶茶，谢谢。谢谢牛牛花的。对，一般我都会直接买矿泉水喝。屋顶都压了一了，屋顶很高。哈哈哈。其实我觉得现在当着一个摄像机也挺舒服。哎，你不热吗？我都热了。谁？我。废话，我脸都红了。你把空调调一下吧，我调了28度。空调在哪儿？算了，他干不了什么事。一些会浪浪的卧蚕的大叔。干嘛？你们发什么问号？对，我在这个被子里。我来了，我进到这个房间的时候，这个房间有一点冷，然后我开了空调，把空调开了28度，我现在有点热。没事啊，嗯。这么说，我看见一个大鱼。等哪一天我把那个。运动了一下更热，确实。我们中心的，我们对人都锤晕了，锤晕了。啊，不行不行不行。不行不行，我要学乖了，我学会了，我学乖了。好，我现在知道了。以后说到这种有歧义的话的时候，要淡定。不能做出任何反应，不然就会觉得有更就会觉得更奇怪。好，我学乖了。对，装出高深的样子。哎呀，对，我知道了，应该把投影的这个灯关掉。应该投影灯在哪？算了算了。累了，这手都红了。累了，休息。嗯，哦，你们有没有推荐来H？ 要吃的东西。就是推荐吃的好吃的。新白鹿。片儿川都是店吗？都是店名吗？哦，新白鹿片儿川。周围也没个纸笔的，我一会儿就忘了，截个图吧。
记得早点去排队。面一定要吃。面很好吃是吗？谢谢酷噜噜的秋天奶。哦、没关系，我嗯、哎，怎么这个？下去找。这个光黄黄的。找那头驴去。半川。我截图了。哎，我的图。哦，对，我还要问你们一个事情，问你们一个问题，那个。那个葱包第三个字到底叫什么？会还是贵啊？葱包贵还是葱包会啊？我上一次来杭州，我上一次来杭州的时候吃了一个，感觉好好吃。不过没关系，我明天会换袜子。会。给你们演示。哦，秦会哦哦。OK。葱包会。没事了，好姐，没事没事没事。葱包会，我明天想吃葱包会，因为我上一次来的时候，我还记得我上一次来杭州是跟冉蔚他们，然后我们当时在一个山里，很冷，又不知道，就有一点点饿，然后当时旁边刚好有一家店在卖葱包会，然后我就买了一个，因为我没有听过也没有吃过。我就买了一个，你们知道，你们懂吗？那种感受，就是在你很冷，我在干嘛？很冷又有点饿的那个状态下，吃了一个新鲜出炉的葱包烩，我当时觉得葱包烩简直是人间美味，虽然它确实只是里面包了一点葱罢了。然后我觉得好香，好好吃，然后就一直令我念念不忘。所以我这次来杭州，我一定要再吃一次葱包烩。谢谢 Moonlight 的玫瑰花。知味观。榨菜鲜肉月饼，鲜肉月饼我吃不惯，我觉得鲜肉月饼就是在吃包子。手机，他趴在了地上。你干嘛？你打地道战吗你？我就你这智商，你还找拖鞋？我真没找到。我跟你讲，不是我的地方，是他们在弹幕上说是不是在床底下，然后我就去床底下看了，结果这一幕就被你看见了。你说这我能走的话，都怪他们。你说我是敌人？我没有，他们说的。他们说。乌克兰美女这么帅，你是不是你感到那个是不是感到那个？谎话一般编不出来的时候，建议你闭嘴。哦，好，闭嘴了。那我的拖鞋在哪儿吗？不知道。然后。算了，我已经不装，打累了，打累了，没什么用。我没有。既然来了，拖鞋刚被我穿走了。现在找到拖鞋的话，我就。你们不要告诉他。他在给拖鞋打电话呢。不知道他怎么了，不知道他在干嘛，他在干嘛？一起给拖鞋打个电话。喂，拖鞋 ，Where are you？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一定不能在一起睡的。这样我的智商会被拉低啊、哦！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王仁杰粉丝。没有在床上，不可能吧？你不要告诉他，他说我坏话。没说你坏话，我在这找拖鞋，他们说拖鞋在床上，拖鞋怎么可能在床上？有什么好笑的？拖鞋怎么可能在床上？
对，拖鞋在床上，对对对对对。怎么会能这样？怎么会呢？不可能的，你看，果然不在床上。拖鞋刚被我扔到窗户外面去。啊，那这窗户打不开的。能打开啊，那有两个窗户呢。啊。王二七养二养二哈肯定特有意思。你确定是王二七养二哈，不是二哈养他吗？二哈跟他待在一起，二哈都显得智商高起来了呢。帽子找不到，哎呦！枕头放回原位，你看我多么的乖巧听话。好有道理吧？乖巧听话。本来二哈准备拆家，然后正准备拆家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家已经被王二七拆的差不多了，哈哈，想拆都没得拆。哎呀，在这儿呢！我就说你这怎么四双拖鞋，四只拖鞋，你怎么全在你这儿呢？你为啥全拿过来了？为什么？采访你一下，为什么你要全拿过来？为什么？你多拿两只能怎么着呢？你真是，这是无理，这是有。谢谢创世军的巧克力。我们当然占领，所以说我跑得非常快的回到自己的领地。哼，要不是刚才我在我的直播间说了一句，你现在也不知道你的粉丝在不是你也不是。我当然不知道我的粉丝在哪儿了。我的粉丝。你现在也不知道你的拖鞋在哪里。我知道他们跟我同时踏在这个地球上，我们都是地球上的人，我只知道这些。我和你。给他的粉丝安了监控，每一个人。谢谢秃秃的好朋友的皇冠，谢谢谢谢你的皇冠，好久没来了。哎，变脸好快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刚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。哇，谢谢你的皇冠，你好久没来了。我现在。我和你心连心。同住地球村，看见我突然想起毛毛，让我想想毛毛唱过什么歌，毛唱那个，西安人的城墙上是西安人的火车。火车，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。西安高烧大楼是建的一座一座，西安在西安人的心中这是西安人的歌。哎。送你的礼物。啊，我要打开吗？你打呀。真的能打开吗？嗯。但我觉得它有点湿。这包树叶子吧，这是。看我。要不是礼物，你一会儿就完了。啊？什么？要你打开里边不是个礼物，你一会儿就完了。哎，等等，我看。证明你不相信我。我看，我相信你。相信你。嗯。一包垃圾，谁说的一包垃圾？不是，我知道了，是，他只是。王二喜，看到了吗？啊，我错了，哎，姑娘，这是人，哎呀，人家民宿的东西，咱还得留着赔钱呢，不能打。啊，真的是礼物，快看，老金给我的这个礼物，给我两包，这样的，我给你们拆开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时候，你看啊，当然是在骗他呢。我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不理智的事情呢？但是气势一定要到，无论怎么样气势一定要到。瑞士糖，这样对方就不会轻举妄动。学会瑞士糖，瑞士糖，这就叫
瑞士糖。有逻辑的理性。哎，刚刚有点，刚刚第一发，因为我旁边只有两个袋子，第一发有一点打跑偏了，打他脚上，第二发吧，差那么一点点，有一点，哎，刚还是有点冲动，应该先打一个，冲动了冲动，我怎么把两个都扔了？我旁边没东西。啊，不是，真的不是，对，我不能对他带跑偏，才忘记这个事情了。好啊，我们刚刚在干嘛来着？哦，我们刚刚是在那我们就再来唱一首西安人的歌吧。来，各位跟我一起合唱，来，3、2、1，走。西安人的城墙上是西安人的火车，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。西安大高烧大楼是念的一座一座，在西安人的心中这是西安人的歌。哦，天籁歌喉，舍我其谁。不说话。我说你怎么直播完了？我没有啊。那你怎么不说话了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怎么？我一直不说话，我在跟我粉丝玩游戏。我玩谁说话谁就是狗的游戏，然后我输了。来叫一声。不是，是他们叫，我输了他们。他在蓄力。一个袋子里边，三颗，四颗糖。哎，其实刚刚好地扔过来的还有一袋是这儿，在这儿。你看一眼，我这堆糖大气。我觉得我有一种背负受敌的感觉。我单手拆糖啊。角度直播，我怕我丑，试试。但是有一点丑吧，我的眼袋就被照出来。小心房间。啊，你在直播是吗？不然呢？啊，不是，你在拍你自己是吗？拍你呢。啊？那得。不懂别瞎说。不在小心房间。刚刚有不知道谁在跟我想跟我连麦来着。你有毒吧？嗯。干嘛要连麦啊？哦，啊。你过来看啊。我不会过去。你过来来。那我不过去了，没关系。我不去了，不去了。好吧，没事，不去了。不去了，不去了。不去了，不去了，不去了。他不信任我。他又不信任我，你看他又不又不信任我。没不信任你啊，我只是这样更暖和一点。
感情淡了，感情淡了。终究是感情淡。我播到十分吧，凑个整好吗？哦。投来关照的眼神，对王琦投来关照的眼神。气急败坏，真是。哦，他好。来，给你们那个什么，给你们投篮。哼。再给你们投篮。投进去。投第二。为什么来我的直播间看那个影响明天考试的智商？哎，那我建议你还是慎重啊，考试这个东西。对脑子的逻辑反应还是蛮大的，就是还蛮有影响的。练习啊！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在干嘛。练习啊！不是很懂。你在练习什么啊？装这个。为什么要装它？因为我刚刚把它扔出来了。你为什么要把它扔出来？对，因为这可是你送的礼物，要原封不动的装回去。你可以吃掉它。我蛀牙了。因为，对，蛀牙。最难了，最难，最难。其实我远一点的话，我也可以，你看，放远一点。我这技术其实可以。今天也没喝什么呀，大家喝了一个波子汽水。喝了一杯奶茶，喝了一杯波子汽水。我射手座的啊。波子汽水是会有这种后作用吗？不是无语，哎呀，我决定投。醉汽水了。投不中我就沉入下锅。我头一次听过醉汽水。那我刚刚没说。广告时间，中场休息，广告。哎呀，广告时间。好饿啊！哎，我为什么会好饿？遥控器在哪儿呀？桌上啊，你就不能找找吗？我要窒息了！哟，你终于窒息了！我在这个堡垒上，我整个人脑子傻了。恭喜你！脑子傻。恭喜恭喜！你还尚存最后一点自知之明。真的，我。真的。啊，就是我的意思是脑子就是。怎么会这样？原来波的汽水加奶茶等于伏特加，等于白酒吧？那白酒叫什么？叫什么？五粮液。哎，我刚才跟你说了，你听到了没？我说它这个遥控器有问题，你要摁着那个电池才能用。摁着电池，电池没凸出来。你就摁着它，你管它凸不凸的出来，你摁它。哦，好。哎，好。哎，好，我20几度啊。六啊。哦，我说调到20几度啊。六啊。哦，好。懂我了吗，各位？懂我了吗？月球也放在了锅里。木，孔雀木，还有玉兔。木。我的妈呀！为什么世界上所有的孔雀、无奈和无语，还有一堆麻烦事，都要我来担呢？
你们知道我们玩起是同一年的吗？我们是一年的，我们是同一年生的。凭什么我要承受这些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我也希望我可以单纯一点。哦，不不不，我很单纯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也希望我可以。小学想说学兔子学多了的话呢，就是会。啊，智商低一点。养成兰花指。谁智商低？啊？你说谁智商低？我又没指名道姓。你说谁？我又没有指名道姓，干嘛不必这么对号入座啊？你这不是给自己找，哎。看我已经变身绿巨人了，一拳。大爆发症。哎，我的左眼皮又开始跳，我的左眼皮又开始跳了，我的左眼皮又开始跳了。啊，我已经要困了。我已经要困了。谢谢旺财的巧克力。王二七进门前不是这样的。王二七进门前整个人。累得要死，是吧？但是为什么我一回来就精神？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床可以充电。好，一拳。打到床上，我一拳打到床上。今天晚上一直这样，他会不会打？不会。他如果今天，晚上一直这样的话，他可能不会在这个房间待着。我觉得楼道还是比较适合他吧。你们觉得呢？抖音上那个，可完美个忘记。楼道便宜他了。不不不，我跟郝静怡其实是一直和睦相处的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们这个小区进来的时候有一个大厅，那个大厅上还有大概三四个沙发可以睡。嗯，我觉得那里还比较适合他吧。哪有活物，就是那种宠物没有的，就那种底下的那个驴。除了有一点点透风以外，其他倒还好。不是不是不是。就是因为经常会有人员流动，它那个风啊就有点大。其他倒还好，应该那沙发还蛮软的呢，还蛮舒服的呢。打打那个假棋定，全都对吧？我贴心死了，我还给他想了他能睡觉的地方。救命啊！换层是别人，谁管你还能去哪儿睡呀、啊？怎么会这样？太贴心了啊！不是，哎呀，不是，哎呀，为我自己感动。你们觉不觉得？来换一个话题，你们觉不觉得这个被子很像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啊？啊，零九了，啊，那我们就说拜拜啦。这个被子啊，今天要早点睡，等还有点瓶水，因为早上起来，一定要喝一。这不是被门夹。一杯水，不然总觉得。不太舒服。他都说这样子的，他拜拜没有被门夹。拜拜。对，他是很像爱丽丝的被子。我把这两个全放上。拜拜。你直播完了。